你看到没有？我还没下。哇塞，春天真的来了！你好，这次可以拍视频了。他们果真看不到我们，而且还听不到。你不拍了吗？ 实在拍光了。不，你先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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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，你先。我觉得没得，有电话进来了。莫西莫西，看在上帝的面子上，你们两个白痴，谁先把电话挂了吧？关谷神奇唐悠悠。 对于你们旁若无人、肆无忌惮的热恋行为，鉴于其恶劣程度已经对社会健康和生态平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，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出倡议。请子乔宣读倡议书。那你们这俩货干嘛不搬到一块儿去呢？一块儿去。 我来和你谈谈关于大家给我们的建议。放心啦，不会被他们撞到了。我已经调查过了，一三五不在，曾老师11点以后不在，子乔我交在网上公布他的带状疱疹已经好了，大家由他忙了。我已经仔细的想过了，也许我们的关系的确是应该更进一步了。刚开始总会有些不适应，但不是你怎么知道呢？你被他们说服了吗？ 两个人搬在一起住，就会有自己的二人空间，感情更好也说不定啊。可是之前你不是自己还没相亲出吗？人家是女孩子嘛，我想你总会先提出的喽。现在我就把这个机会给你，不过明天娜扎问起来，你必须邀请的非常坚决，然后我拒绝，然后你继续坚持，我继续拒绝，三个回合之后我才搬过来。可是，那行，两个回合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现在的状态挺好的，不用急着改变吧？什么？别误会了，我只是觉得，目前我们应该留一些大家自己独立的空间，不是吗？那不是我们对外的借口吗？人家现在都跟你摊牌了，你还跟我说这些？我不是，我是个男人，我到现在还没有。人家不也是一样吗？不会真的被子乔说中了？你有心理问题？胡说！我只是怕影响别人。谁啊？我有个朋友，他叫马里奥。<笑>什么马里奥？还奥利奥呢？他不是饼干，他是个人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他穿个蓝色的背带裤，戴个红色的工装帽，还有两撇小胡子。 我有机会介绍你们认识。居然还有人穿衣服这么没品味！嘘，别被他听到，他会生气的。他在这里。悠悠，总之，在我说服他之前，我们还是保持现在的关系，好吗？你不答应就算了。 莫名其妙。悠悠，悠悠，哼，真没礼貌。我看他才没品位呢。马里奥，你别介意。我早说了。 女人一直想着挑拨咱们兄弟间的关系。悠悠她不是故意的。你们恋爱，我不反对。但是她连你最后一点私人空间都要霸占，如果她真的搬过来，我们以后还怎么玩？别忘了关谷君，咱们还有很多冒险没有完成。女人啊，是永远不会明白的。悠悠是因为喜欢我才想搬过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。那就别解释了。哟呵，吃蘑菇吗？ 谢谢兄弟，库巴大王已经向我们宣战了。
们一起向城堡进发吧。嗨。为了庆祝今天的完美开局，我请客烧烤牛排。兄弟，要不要帮你带份宵夜？我在减肥，你带点蘑菇回来就行了。关谷，你在跟谁说话？没什么。走了，等什么呢？走了。看到什么？关谷啊，他不知道在跟谁说话。关谷嘛，偶尔有点不正常也很正常。昨天晚上我去找他提出搬到一块住，他竟然说他有个朋友不同意，叫马里奥。马里奥，那个采蘑菇的管道工。你说关谷是不是有狂想症了？小姨妈，你的男朋友是个漫画家，有想象力很正常，否则他怎么能画出地球上不存在的东西呢？刚好马里奥就是日本人幻想出来游戏人物，逻辑通顺。你说马里奥是关谷幻想出来的，那为什么他以前从来没说过呀？你有问过吗？就像你做了我20几年小姨妈，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小泽樱木峰的事儿啊。什么峰？那是我幻想中的朋友，每当我孤独寂寞的时候，她经常和我作伴。她是个家庭妇女，住在隔壁的美丽人妻，但是她老公对她不好。她的身材是3.62。吕子乔。哎呀，有个幻想的朋友没什么稀奇的，稀奇的是，宽谷的朋友居然是个比例失调的怪叔叔，而且穿衣服的品味很差。是，每个男生都这样吗？研究表明，凡是有出息的男人都有幻想中的朋友。代表了男人内心深处的某种需要。真的吗？那你看他来了，打个招呼。得了吧。你要想真正读懂男人，最好相信我。嗨，小泽小姐。看，没有人理我。你晚了一步，他去洗手间了。可以动了吗？我的阔鱼肌都要抽筋了耶！我还没好呢。关谷，我想和你谈谈。女朋友，警报！警报！真警马里奥，又没那么恐怖的。你又在和马里奥说话了？悠悠，上次的事情，我要跟你道个歉。道什么歉？你又没做错，是他要闯进我们的城堡。我靠，马里奥！是我应该向你道歉，我太心急了。子乔说的对，你应该有自己的世界，有自己的朋友，包括幻想中的。这是你的空间，就算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也没有权利干涉。居然说我是幻想出来的，他才是幻想出来的呢！马里奥。关谷，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的话，我不会逼你的。也许我们俩都应该冷静地想一想。虽然我还不能很好地说服我自己，但是只要你开心，我愿意试试。只要你开心，我可以试试。谢谢你。客气什么？我走了，你玩吧。怎么了？把手坏了。喂，有人吗？好，哎，别敲了，外面没人。子乔，放我们出去啊！你们不是不太适应吗？那就适应一下。这是一次难能可贵的实战机会，相信我，只要你们过了今夜，一切困惑都会迎刃而解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们里面有3个人呢。关谷，你不是问我怎么处理女友和幻想伙伴之间的关系吗？我有个好办法。什么方法？一起啊！小泽用风给我的经验，
相信我，放轻松。从我六岁的时候开始，妈妈送我第一台游戏机的时候，马里奥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那时候我们一起玩，一起冒险，一起聊心事。他不单单是个管道工人，还是我心目中的英雄。你们其他小朋友也这样吗？大熊的朋友叫机器猫。不好意思，都是因为我才弄成这个样子的。没事，和自己男朋友关在一起也不算太糟。今晚到底算你们的二人约会，还是咱们的宅男时间？总得有个说法吧。也许子乔说的对啊，我们可以一起玩呢。女生才不知道什么叫冒险，得了吧。这个可以吗？我以前没有玩过，但是我想我可以试试吧。太好了。对了，马里奥在哪儿？我还没跟他打过招呼呢。他就在那个墙角，但是他有点怕你。嗨，马里奥，我是悠悠，请多指教。我是不是把他吓着了？他就是这样，心理素质不行，刚才差点吓得尿裤子了。打面人，关虎，你太不厚道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佩服我？我制定的计划实在是太漂亮了。喂，书房的主意是我想出来的。要不是我，你会想到把他们关在一起吗？我。好啦，你也有功劳。好久不见，你智商居然进步了。我进步的何止是智商，我各方面都有进步的，好不好？哪儿呢？提示一下，苹果和菠萝有什么区别？你长胖了。你观察力不够差劲呢。谁说的？对面有个美女在洗澡，看到没有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骗你的。我刚才顶面的水管去哪了？不知道啊。门锁着呢。不是把手呢？我刚才拆书房门把手的时候，就先拿这扇门做的实验。都怪你骗我美女出狱，这下闯祸了吧？谁让你拿我水管的？不过还好，又有另一扇门。来不及了，我刚才拆关谷门锁之前，先拿那一扇门做的实验。从来没见过女生会玩马里奥所有的游戏。哎呦，死了！没事的，悠悠，不是你死了，是马里奥死了。娘，我死了，是他不会玩。你是主角，后面的板子你都背出来了，就不能躲着点吗？你是故意的。关谷，你居然帮了他！哼！你是我好朋友，他是我女朋友，我谁都没帮。看来我不亲自出马是不行了。下面我们玩什么？这个马里奥格斗，这次我和他决斗，他不准选我。如果他输了，就得承认女生不可能懂得男生的世界。如果他赢了呢？那我就消失。半夜三更的，哪有人理你啊？都怪你，要不是你把悠悠、关谷、一菲、小贤关起来，他们会来救我们的。一菲和曾老师好像是你关的吧？我有个办法，不如你爬到三娘台上去吧。拜托，这可是六楼。看到没？那有一棵歪脖子树，你要保证着陆点在那儿，铁栏杆的右侧，然后借力滑到安全梯那边去，一定要抓住。然后把自己荡起来，如果角度合适，你就会正好落在三楼阳台上。凭什么是我呀？因为你是男人啊，身手比较矫健。你以为我是波斯王子？要是我摔死怎么办？如果你摔死了，就会有人发现你的。这样我也跟着得救了呀！我一口烟就是我喷死你，你自己为什么不跳呢？那我这有枚硬币，让老天来决定，正面你跳。
未免我跳。谁怕谁呀？你放到奶奶床上了吗？看不听。哎，不如你跳下去，看到没有？那一棵歪脖子树，你要保。完没完呢？唧唧的，现在下雨了，还怎么跳？我压根就没打算跳，反正阳台有个底，没事。你摔下来了！谁加油？我当然帮牛牛加油了，他是科长作战。没有想到，你居然会像马里奥一样陪我通宵打电动。我觉得你会成为幼稚的。很刺激啊！就算我们没有被关在一起，我也愿意陪你的。真的吗？我是你的女朋友，我愿意随时陪你冒险。那你，这是我的台词。悠悠，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女朋友。关关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俩也不是一定要住在一起，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些自己的空间。我想通了。谢谢你，亲爱的。哎，我还在这儿呢，你们看不见我吗？哎，受不了了。苹果和菠萝有什么区别？看到没？它真的。之后，你就再也没有找过我，所以我要走了。子乔君，你要幸福啊！小泽，别呀，小泽！对了，帮我看一下那枚硬币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。你干嘛？菠萝，如来神掌。啊！天亮了。
可是哪来的鸡脚啊？是我叫的。马里奥，你这是去哪里啊？我要走了。为什么？你的世界已经有了悠悠，他可以做我能做的事，陪你玩，陪你聊心事，陪你冒险，而且他还能做很多我不能做的事。 你终究要成熟的，再见了，关谷君。马里奥，你是不是舍不得我？不，门锁坏了，你出不去的。我是个管道工，这门能拦得住我吗？啊！什么声音？ 看，门还在。我在哪儿啊？陈老师，你们昨晚干了什么？我不记得了。哎呦，头好痛啊！我的头才痛呢。这个包是怎么回事？你不会又失忆了吧？我就记得有蟑螂，这么大。谁说的？明明是老鼠，我们打中了它。 难道是蟑螂鼠？你的幻想对象叫蟑螂鼠啊？对了，子乔和美嘉在哪里呢？我在你眼神靠近吧，直到我睫毛轻刷着你脸颊，直到你的头就吻到我长发，这想法只需要你。